在好哥们家洗澡，自己没家上我家来洗澡的。我家不停水了吗？停水你就上浴室呗。那不得该省省该花花吗？我没有钱。哎，我那个浴巾忘拿了，你给我送一下呗。真服了你了，办事能不能带点脑袋？哎呀，我给你开门，你送进来就行。往前往前够不着，再往前再往前够不着，闭喽。哎，眼睛睁开吧。我不睁，我不爱看黄花，不难洗澡。没事，睁开。哎呀，别碰我，让我出去。今天你不答应我三个要求，你变了。勒索是吧？你说。第一，以后别给我两个红包。行。第二个，给我5000块钱。行。第三，再我两天女朋友。行。哎，不是，你等我会儿。等不了一点儿。你给眼睛睁开。睁什么睁？哎，张冷，你愿意脱呀？不是，你现在都这么生猛了吗？那我脱了。滚！